Let's try prompter challenge in Chinese. 三二一。每年四月十三、十四、十五日是泰国的传统新年宋干节，也是泰国一年中最热闹、最重要的节日。人们以泼水的方式来共同庆祝，相互表达祝福，因此也称泼水节。